o'clock, done. I'm in my drop top, cruising the streets. I got a real pretty, pretty little thing that's waiting for me. Yeah.I'm the type to spend my winter shy, then I spend my summers high, down to spend a couple on my family when the time is right. I don't think there's anyone that I could be with every night.泡沫非常密，泡沫非常密，在看那个火，很好玩，但是他不敢上去打。今天晚上有一件特别特别开心的事情，就是，大壮是五个月大嘛，我是他两个月大的时候接回来的，养了三个月，现在五个月。然后他是一只公的，我一直想要给他找一个伴儿，要找一个美短妹妹回来。那样的话，可能后来还能再生一窝。然后生完一窝之后，或者生两窝之后，给他们绝个育。今天我就找到一个合适的美短妹妹，今天晚上想去把她接回来，所以这个过程跟你们一起分享一下。这个防晒呢是一个日本牌子，它的名字叫爱诗缇，我感觉用它的人不多，但是用的人来说的话，它口碑都挺好的。那它这个设计蛮独特的，这个包装头里面那个白色的壳子，它在室内呢是纯白色的，然后如果你带到室外有紫外线的地方，随着紫外线的增强，它会变紫。那它呢是 SPF 50 PA4 个加，防晒指数很够。其次呢，它是有一定的润色效果的，像我的手的话本来肤色就比较均匀，可能效果不太明显，马上上脸应该会明显一点。明显这半边脸被提亮了，但是它不是那种死白的提亮，这还特别自然。然后这边脸上会有一点点泛红，这边也稍微盖了一些，反正这半边脸的肤色稍微均匀了一下。然后底妆呢，我用到的是 CoverMark 的粉霜。那我的色号是 YN00 对于我来说有点黄了，然后正好上一次我去我姐姐那边，我姐姐买了那个 JCAT 的最白色号的粉底液，哇，就跟颜料一样白的，挤了一点在这里面带回来用，因为那种粉底液那么一大罐白色根本也用不完，自己也不想买，然后我就把这两个混一下，混到和我肤色差不多，然后手指头吧沾一点，这颜色好像，哎呦，颜色今天被我调的有点好像偏白了一点。
这半边脸的粉底上过了，然后这半边没上。哎，其实我这种皮肤是不太适合做粉底的测评的，因为还是我感觉还是瑕疵稍微多一点可能比较合适一点。那我最多就是我这边脸会有一点点红红的，这边的话就全都盖住了。然后还有一点能参考的呢，也就是这个黑眼圈了。这个黑眼圈感觉就看不清，这黑眼圈感觉遮的还蛮不错。哎，遮瑕呢用的是 CanMake 的三色遮瑕，这个遮瑕我用的不算特别多，不知道它的遮瑕力怎么样。我比较喜欢大壮这种简单粗暴的名字，不然给那个妹妹起个叫大漂亮，真漂亮，大漂亮。先用这个 Make Up Forever 的定妆喷，等下定妆我用 RCMA 的散粉，用干的这种三角蘸一点。胶薄薄的一层，眉毛用的是这个四色眉粉，其他是和普通的眉粉一样，但是多了一个这个酒红色。首先用下面这个深一点的颜色，然后眉头的部分呢用这个稍微浅一点的颜色，最眉尾的地方用最上面这个最深的颜色稍微加重一些。这边眉毛画好了，这个时候呢，那我用这个最浅的这个颜色扫一个鼻影。这个颜色还是算适合用来做修容的。这个眉粉真的很推荐，像这个酒红色的话可以搭配那个不一样的妆容，如果是酒红色的眼妆的话可以用这个，还有就是它可以拿来画眼影，它就是一个大地色，然后搭一个酒红色的眼影。我的眼影的话用到的是 CanMake 的这个03号色的五色眼影，它这个是全哑光的，这么对比着看一下，这个浅色几乎一模一样，然后两个深一点的眼影色，这个眉粉既可以当眉粉又可以当眼影，颜色不错吧，它全都是哑光的，粉质很细。这是第一个浅色，这个颜色做修容也很完美，是一个这个。哇，这个简直，这个真的不亚于那些欧美盘里面的显色度。哇，这个日系的眼影盘能做到这样，简直太棒了。然后用这个深一点的颜色，然后再用这个巧克力色，再用最深的颜色，眼线笔用的是 Kiss Me 的眼线笔，这个眼线笔估计应该不用多说了，所有人都知道吧。那我这个妆就完成了。哎，阳台这边的光线真好。大壮，发表一下你的想法，今天晚上开始你就要有媳妇了。发表一下想法来。开心不开心不，真可爱呢。收拾收拾准备准备，然后出去买点吃的，一会儿见。带了这个太空包，现在出门了。Oh, my God.
好好好，六块钱两个，我吃。看一下导航。卢溪河。等一下，你知道往哪走吗？你就往左边走。往这边。我们可以拍吗？不可以拍。哦，行。我直接跟我闺女说不要拍。哦，行。拿个相机去借人家家里，那肯定是。对啊，大众很好看啊。那找个人上厕所。那你在他家不上？好像在人家家里拍。那走吧，去出门。我们这个镜子好脏啊！哲，你不要生病，生病怎么办呢？你不要犯病哦。哟哟，生气了？为什么？生气了？脸皱起来了是吧？对，生气了。这是谁啊，大壮？这你老婆啊？这可是你老婆哎！等一下，还得控制好。你看他那毛，他那毛都竖起来了。你抱着他手里吧，你把他抱手里。哇哦，这两个还蛮配的。哟哟哟，大壮害怕了。哟。第一次哇哇，大壮害怕了。哟哟，哼，哟哟哟哟哟哟哟，哼。喝热，谁愿意来吗？新成员跟大家打个招呼，那他到我家两三天几天就变大了，打个招呼呀。他一动不动，肚子圆鼓鼓的。那这支视频里用到的一些产品呢，里面的产品呢都是由豌豆公主提供的，虽然你们可能都很了解的，但是我这里还要再简单的唠叨几句。那豌豆公主这个平台呢，是日本供应商直接入驻最多的一个跨境电商平台，它呢是一个日本直邮的 APP， 有两个仓库，一个是广州保税仓，那广州保税仓寄过来大概3到5天按照距离，还有一个呢就是日本直邮仓库，日本直邮仓库呢只需要7天，最近还新开了一个仓库是郑州仓，所以我一开始说错了，应该是一共有3个仓库，所有的产品都可以在详情里面看到它的品牌的授权书，它是一个非常方便快捷的一站式日本海淘平台，美妆美食还有衣服很多东西都很全，这里抛开所有的一切，我想说之前用的这些东西的话，我最喜欢的有4样东西，首先是这个洗面奶，这个洗面奶呢我到现在也不会读，但是不妨碍我对它的喜欢，你们可以在前面看到我那个使用过程里面的那种使用感受，它的泡沫绵密程度，泡沫很绵很密，清洁力很好，它为干皮敏感鼻设计的同时还能那么绵密，然后清洁力度也很棒，完美。其次是这个防晒，它还是个隔离，肤色不均匀的用这个肯定很棒，而且它防晒系数这么高，使用感受很好，从来没有错过泥。其次是这个 CanMake 的五色眼影，之前也给你们做了一个试色，细腻顺滑，显色度棒，容易晕染，颜色日常，这个盘真的，我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去入手这么一盘。其次，不对，最后是这个 CoverMark 的粉霜，底妆这一方面给不到你们太多的参考意见，因为我的皮肤可能相对于来说中等偏上，就稍微好一点的那种，然后又没有特别大的瑕疵，然后肤质现在又是中性，
毛孔又不大，就是很多粉底在我脸上给不到你们太多的参考意见，但是我自己用了，反正自己用了觉得喜欢就是了。视频最后呢是一段比较硬的广告，为避免你们不想看下去，视频的最后呢由他来给你们讲一下。8月28号是豌豆公主3周年，站内2000余款商品呢都是全网最低价。活动期间呢满200减30，400减60，以此类推。我好像出镜了哈。新用户可以领取1088元的大礼包，老用户呢可以领取3周年的购物津贴。大家记得先领券再购物，叠加使用呢还可以最低享7折，部分商品买3送1哦。手上全是毛，邢昭林是谁？首席宠溺官邢昭林入住豌豆公主，可以在站内参加邢昭林共享男友活动，挑遍精致好物就上豌豆公主 APP。 在豌豆公主上搜索 CIZE 就会有我的专属优惠券。我觉得你们不买东西很正常，但是优惠券还是要领的，对吧？不领白不领，那句话怎么说来着？便宜不占什么王吧，反正就那个意思，希望你们真的看到这里了。